圣经里主耶稣预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末世重归的主耶稣全能神说，在世界当中，地震是灾难的起头，先让世界，也就是让地先有变动，接着便是瘟疫饥荒。这是我的计划，是我的步骤，我要调动一切为我效力，为成就我的经营计划。所有一切的灾难陆续降下来，各国各方都起灾难，瘟疫、饥荒、水灾、旱灾、地震，到处可见。这些已不是一处两处的地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结束的，而是蔓延地带越来越广，而且灾难越来越大。在这期间，各种虫灾也要陆续发起，人吃人的现象也要到处发生。这些都是我对万国万民的审判。在世界各国各方，地震、饥荒、瘟疫，各种灾荒已是频繁。在我在各国各方大做工的时候，这些灾荒会比创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严重地发起的。这是我对万民开始审判的起头。近年来，世界各地灾难越来越大，地震、瘟疫、饥荒、水灾、旱灾、虫灾等频繁发生，四处蔓延。2010年1月12日，海地7.0级地震，约22万人死亡。2010年2月27日，智利8.8级强震。2010年3月，中国西南五省严重干旱。2010年8月7日，中国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0年9月4日，新西兰7.2级地震。2011年1月12日，澳大利亚洪灾。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9.0级强震引发海啸。2011年3至4月，德国瑞士高温引发山火。2011年6月4日，智利火山喷发。2011年7至10月，泰国曼谷50年来最大洪灾。2011年7至8月，东非爆发大饥荒。2012年7至8月，美国多州破纪录干旱。2012年7月21日，中国北京特大暴雨。2012年10月下旬，美国遭飓风桑迪袭击。2013年1月，中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雾霾。2013年3月，以色列遭受蝗虫袭击。2013年3月底，中国首现 H7N9 禽流感。2013年6月，印度洪灾。2013年8月25日，美国加州强风致火势失控，成史上最大火灾。2013年12月，中东遭百年一遇大雪突袭。2014年1月2日，北美洲寒流。
2014年9月27日，日本玉月山火山喷发。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2015年6月，乔治亚首都第比利斯洪灾。2016年1月4日，印度东北部6.8级地震。2016年2月6日，台湾高雄美浓地震。这些事实足以让人类看到，神的话语正在成就，正在应验。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年灾难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为什么神要降下灾难？因为末世的人类已经被撒旦败坏到了极处，邪恶、淫乱、诡诈、贪婪，为了地位名利，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互相厮杀，战争不断。人都厌烦真理，喜欢不义，活在罪恶中不思悔改，甚至公开否认神，抵挡神，崇尚邪恶。就连教堂里有信仰的人，也都开始堕落，追逐世界的邪恶潮流，贪享最终之乐。就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正是挪亚时代的再现。圣经中主耶稣预言，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末世，主耶稣来了，就是道成肉身的全能神，发表了洁净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做了末世的审判工作，却遭到了无神论政府与宗教界疯狂的抵挡定罪。根本没有人寻求真理，寻求光明，更没有人主动寻找神的显现做工。可见，整个人类早已败坏邪恶到了仇恨真理、与神为敌的地步。神是圣洁公义的神，神的性情不容人触犯。这样一个败坏至深的人类，如果仍不向神认罪悔改，怎么能不被神马上降下的大灾难毁灭呢？那么，面对日益临近的大灾难，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在灾难中蒙神保守，像挪亚一样存活下来呢？全能神说，回顾挪亚造方舟的时代，人类败坏至深，离开了神的祝福，没有了神的看顾，失去了神的应许，活在了没有神光的黑暗之中，进而人类都淫乱成性，堕落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这样的人类不能再得到神的应许，不配见到神的面目，不配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他们丢弃了神，他们抛弃了神所赐给他们的一切，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教诲之言。他们的心离神越来越远，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堕落的失去理智，失去了人性。他们越来越恶，进而走向死亡，落在了神的烈怒之中，落在了神的惩罚之中。只有挪亚敬拜神，远离恶，所以他听到了神的声音，听到了神对他的嘱托。他按照神话的嘱托造了方舟，收留了各样活物。这样，一切都预备好之后，神便开始了毁灭世界的工作。那次的毁灭世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幸免于难而生存了下来。因为挪亚敬拜耶和华而远离恶。我还是要告诉你，挪亚时代的人吃喝嫁娶到了神难以目睹的地步。神用一场大水将所有的人都灭掉，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与各种飞禽走兽。而在末世，神留下的却是所有对神忠心到底的人。同样都是神不忍目睹的败坏至极的时代，同样都是败坏的并不认神为主的人类。神却将挪亚时代的人都灭掉，同样都是使神伤心至极的地步，但神却对末世的人忍耐至今。这到底是为什么？你们从未想过吗？如果你们真的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神能恩待末世的人，不是末世的人比挪亚时代的人败坏的浅，也不是末世的人对神有悔改的意思，更不是末世的科技发达神不舍得灭掉，而是神要在末世的一般人身上有工作，是神要道成肉身亲自做这工作，而且神要选这一般人中间的一部分作为他拯救的对象，作为他经营计划的结晶，而且带这些人进入下一个时代。人类要想有好的命运，一个国家要想有好的命运，那只有人类都俯伏敬拜神，都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认罪，否则人类的命运与归宿将会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劫难。全能神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悉心听神的话语，接受神救恩的人，才能在灾难中蒙神保守，生存下来，进入神的国中。相反，凡是不寻求真理，不听神声音，弃绝神救恩的人，都要落在大灾难中被毁灭。以下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真实事例。在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个乡镇受灾特别严重，它就是四川省绵竹市清平乡。因为中共政府封锁消息，所以这件事鲜为人知。清平乡位于绵竹市汉旺镇的西北方向，坐落在深山里。地震前，那里是一个空气新鲜、水绿天蓝的世外桃源，盛产猕猴桃、白果。神赐予其秀丽的景色、丰富的物产，供应着当地的百姓。但是那里的人却不敬拜神，他们只知贪恋钱财，享受最终之乐。由于清平乡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是个天然氧吧，夏天不用空调，是休闲疗养的好地方，所以山民们纷纷开办农家乐，大力发展旅游业。那里也成了各级政府官员休闲娱乐之所，很多官员都愿前往清平乡任职，许多省级领导也是这里的常客。正是这些政府官员的到来，带动了当地的酒店、KTV、养生馆、足疗店、洗头房的消费。所以，清平乡虽然地处深山，
但却是灯红酒绿，霓虹闪烁，夜夜笙歌。中共的官员把上天赐给人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了当代的索多玛。全能神的末世做工在中国大陆开展以来，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多次到清平乡传福音，但当地的人认为他们生活富裕，衣食无忧，不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他们每次都拒绝接受全能神的国度福音，将神的救恩拒之门外，甚至还辱骂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现在生活这么好，你们吃饱了撑的还来给我们传福音，我们不信神，我们只信钱。尽管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给他们见证，唯有接受全能神的末世做工才能蒙拯救，但他们却听而不闻。弟兄姊妹又多次劝诫他们，只有敬拜神的人才能活在神的祝福保守中，凡拒绝抵挡全能神的人都将落在灾难中受惩罚。他们仍旧不听劝告。清平乡的人拒绝了全能神的拯救，那里没有一个人信全能神。2008年5月12日下午2:28，地震发生了。顷刻间地动山摇，巨大的山石从山上翻滚下来，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有的大山瞬间就坍塌消失了。清平乡受灾严重，特别是王家沟村，这个村所在地处于两山之间的谷底，地震时两座大山向中间挪移靠拢，刹那间合拢在一起，许多住户被压在了大山底下，被活活地掩埋了。这灭顶之灾让我们想起了圣经中的记载，耶和华神要灭索多玛城时，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神求情，若这城里有10个义人，你还灭不灭这城？耶和华神回答亚伯拉罕，这城里若有10个义人，我也不灭这城。事实上，城里只有罗德是义人，他不顾自己的得失，救了神差来的两个天使。最终，只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在天使的引领下逃出了索多玛城。其余的人都被神降下的硫磺与火毁灭了。这个邪恶淫乱、不敬拜神的罪恶之城，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清平乡可以说就是当代的索多玛，但它临到这样的灾难，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人都不寻求上天发怒的原因，仍在持守着人定胜天的恶念，与上天抗争，不知回转，妄想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丽的家园。地震后，政府请来省规划设计院和桥梁工程的高级工程师与技术人员进行实地勘察、选址、设计，不惜投入重金重建清平乡。不久，一个崭新的清平乡在深山中被建立了起来。乡政府办公楼、医院、学校、居民楼等都是配套设施齐全的现代化建筑。就在人们都感谢党的好政策，沉浸在乔迁的欢喜之中时，2010年8月15日，突然天降暴雨，
又一次引发了山体垮塌。泥石流如洪水猛兽般从山上冲了下来，奔向了新清平乡。两边是满土，两边全部在塌，上面的只能站一只脚的，像个倒人形成的绝壁。吃饭干活没兄弟走，瞬间不见哦，太恐怖了。清平乡的人因着贪享最终之乐，弃绝全能神的末世救恩，而两次遭受灭顶之灾。这就是弃绝末世基督全能神给自己带来的灾难。正如全能神的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类不能得到神的拯救或神的看顾，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将会走向没落，走向黑暗，结果是被神毁灭。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看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性情的发表，并不是人的作为，更不是大自然缔造了人类，而是我滋养着万物中间的每一个生灵。失去我的存在，人类只有灭亡，只有灾害的侵扰。不会有人再看见美好的日月，不会有人再看见绿色的世界。人类面临的只是阴冷的黑夜与不可抗拒的死因的幽谷。我是人类唯一的救赎，是人类唯一的希望，更是全人类生存的寄托。失去了我，人类会马上停滞不前；失去了我，人类只有遭受灭顶之灾与各种幽魂的践踏。尽管人都不在乎我，只有神才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如果我们弃绝神的末世救恩，那不管我们拥有多少资产，也不管我们的地位有多高，势力有多大，都难逃灾难之苦。全能神说，灾难是由我而起，当然仍由我摆布。你们若不能在我面前看为善，那你们都难逃灾难之苦。我的怜悯发表在爱我而舍己的人身上，而那些恶人所受的惩罚，也正是我公义性情的证据，更是我烈怒的见证。当灾难降临之时，所有抵挡我的人都落在了饥荒瘟疫之中哀哭。那些作恶多端、曾经跟随我多年的，也难逃罪责。他们同样的落在了千万年稀有罕见的灾难中，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跟随我忠心无二的人，则拍手称快，称赞我的大能，舒畅的心情难以表达，活在我从未赐予人间的欢乐之中。因为我宝贝人的善行，痛恨人的恶行。全能神的话告诉我们，灾难是由神发起，也由神摆布。神是用灾难来毁灭所有作恶抵挡神的人，也用灾难来警示唤醒一部分有心有灵的人，使这些人来到神面前接受神末世的救恩。这是神末世要做的工作。
不信神的人还认为灾难就是自然灾害，灾难不长眼睛。其实每一场灾难都是带着使命来的。一次地震死多少人，一次瘟疫死多少人，一场洪水淹没多少人，一场战争死多少人，哪场灾难毁灭哪些人，这都是神命定好的，在数者难逃。神的性情圣洁公义，不容触犯。所有作恶抵挡神的人，在灾难面前，不管采取什么自救措施，都无法逃脱神惩罚人的手。而那些真心信靠全能神的人，即使是在地震中心，死亡也不会临及他们，神都会奇妙地保守他们脱离灾难，蒙神拯救。下面我们跟你分享的是，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大地震重灾区中，全能神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蒙神保守、蒙神拯救的真实经历。我们老两口结束全能神牧师做工才2个月，因着我是个偏瘫病人，行动不方便，多数时候我都躺在床上。那时候我们家住在5楼，12日地震时楼晃得特别厉害，床一颠把我从床上弹了出去，我刚摔在地上，楼顶就塌下来把床砸烂了。那块楼板砸下来时有被子挡住，刚好在我爬的地方夹起了一个空间，我一点儿都没受伤。当时我心里有一个意念，往前跑，看能不能找到出口。我就往前跑了跑，用手扒开一块砖，就看见了光。我就大声地呼喊，没想到我大儿子听见了，他就开始跑动，3个小时后把我救了出来。地震的时候，我老板正在卫生间里，他听见我的呼喊声就想往外跑，但是他2次被卫生间门打了回去。这时楼梯又垮塌了，从上面掉下来个竹篓，老板正好就躲在那个竹篓里被保护起来了。他在废墟里被困了30个小时。就在他着急的不知怎么办时，他祷告神，把自己的生死交给神，神加给了他的信心，他心里平静了下来，安静的等候。当时我儿子在外面还当兵的救我老伴儿，还当兵的怕危险就不愿意救。后来我儿子一个劲地央求他们，他们才挖了个洞把我老伴救了出来。我大儿子在冬季厂上班，地震那天刚好与别人换了班，就没去上班。事后得知他们厂里死了很多的人，因此换班，我儿子躲过了那一劫。我7岁的小孙子在东区小学上学，地震后直接从洞里爬了出来，而且没受一点伤。真是感谢全能神。感谢神。就因着我们老两口信全能神，我们一家3代都蒙了神奇妙的看顾与保守。感谢神。全能神的爱实在太大了，我数数不完了。5月12号那天，我在擂鼓山上自己家的地里头打菜子，突然我感觉地动山摇，头昏眼花。刚开始我还觉得是自己中暑了，但是过了一下，
我看见周围的沙一分一合的在扑扇摇摆，很快就裂开了几米宽的口子，从山上滚落的石头不断地向我扑来，我才晓得是地震了。我就一个劲儿地躲闪，心里不停地向神祷告呼求，我说：“神啊，我知道渣男掌握在你的手中，你将在刑罚一切的悖逆不义，这是你的公义。我身上也有很多愿意厌弃的东西，不管你怎样刑罚，我愿意顺服，哪怕是像抵挡摩西的250个首领一样被蹄吞吃，我也赞美你的公义。”我就这样不住地做顺服的祷告，慢慢的，我心里不那么恐惧惊慌了，而且平安踏实了。接下来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亲眼目睹了神的奇妙作为。由于地震非常强烈，我所在的那座山像是被刀笔直地切开一样，旁边的那半边山花仙似的从我旁边滑了下去，而我所在的那半座山却没有坍塌，我浑身上下没有受一点伤。地震时，我的家人远远地看着我干涸的山崩塌了，他们都以为我死了，没想到我竟然好好的活着回来了。家人都激动不已，外面人见了我都说：“你的命真大呀！”可我晓得根本不是我命大，是神看顾保守了我。我也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听了都说神太全能太奇妙了，感谢神。5月12号那天，我正好有事坐开车到商沼镇，当时车上有十几个人，2:28时开车开到一座高山下，突然间这剧烈的摇晃，同时传来震耳欲聋的撞击声，我意识到地震了。这下石头不停地从山上砸了下来，把车的前后都封堵了，把车顶也砸烂了，车上的人乱成一团，拼命地往外跑，边跑还边喊天叫地，有喊佛祖的，有喊菩萨的，我听见后很着急，因为我知道他们喊这些都是假神邪灵，喊这些根本救不了人。我就高喊：“你们都错了，要呼喊全能神。”但当时大家只顾道明，没有人听我说话。一会儿车里其他的人都跑了，只剩下我自己在车里，我就一个劲儿的呼求：“全能神啊，救我！”地震也停，我就从车上下来，我看到那些跑到车外的人，有被砸死的，有被砸伤的，那些活着的人都以为我肯定被砸死了。当他们看到我还活着，而且浑身没受一点伤，都说这些简直就是奇迹。他们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说我是信全能神的，刚才我在车里呼求全能神保守我，神又垂听了我的祷告，拯救了我。他们听我说完后，都跟我信了全能神。又过了几天，我和十几个外邦人走到一座高山下时，碰上了余震，山上的石块不停地掉下来，其他人都不敢走。那段路很长，当时真是进退两难。又当大家都慌乱，不知怎么办时，我就冲着他们大声喊：“你们听我指挥，不要喊佛祖，也不要喊菩萨，大家都呼求全能神。”啊，十几个人都跟着我呼喊全能神，最后我们平安地走过那段危险的路段，感谢神，感谢神。平常我公公都有睡午觉的习惯，但5月12号这天中午啊，
我公公说他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去地里打农药，我呢也去地里拔稗子。我们刚走到地里就地震了，我们家的房子都倒塌了。因地震时我们都没在家里，所以一点儿都没有受伤，真是蒙了神奇妙的保守。我女儿那年只有10岁，地震那天她在学校上课，他们学校的教学楼全部都倒塌了，他们班很多小同学都被砸死了，只有4个人活了下来，其中就我女儿一人平安无事，另外3人都受了重伤。我特别感谢神，要不是全能神的保守看顾，我们绝对不可能在那么大的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感谢神。从以上的真实事例中，我们看见同样是败坏至深的人类已经到了被毁灭的地步，但人能向神认罪悔改，远离恶行，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的拯救，神就在灾难中向人施下怜悯，看顾保守人度过灾难。而那些活在邪恶淫乱的罪恶中不思悔改，弃绝神的末世救恩的人，终将像清平乡的人一样，落在大灾难中遭受神公义的惩罚。正如全能神说，神在用他的态度告诉人，并不是神不宽容人，不是神不愿意怜悯人，而是人难得向神真正的悔改，难得真正的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也就是说，当神向人发怒的时候，神希望人能有真实的悔改，希望能看到人真实的悔改，这样神会毫不吝惜地继续施予人怜悯宽容。这就是说，人的恶行招来神的烈怒，而神的怜悯宽容则赐予听神的话，在神面前真实悔改的人，赐予能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之人。在神对待尼尼微人这件事上，神的态度很明确地流露出来，神的怜悯宽容并不难得，神需要人真正的悔改。只要人离开恶道，丢弃强暴，神便会回心转意，改变对人的态度。其实的基督徒，那你一定会相信，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兴盛与衰退都在神安排之下，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将会是如何，只有神自己知道。这个人类将何去何从，也只神自己掌握，这个人类将何去何从，也只有神自己掌握。
修好的命运，那只有人类都服服敬拜神，都服服敬拜神。